那我觉得说，如果今天可以重来的话，我觉得房子可以更简单一点。成立舞蹈社来重建建屋，人民大道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一个房子可以很简单的拥有，那么原先要负担的就变成是一个可以分享的能力。我很期待有这样的一个机会。过去的我们，然后我的希望是。我一直上班，我要赚钱，要买房子、啊。我的薪水没有多少，还不到一万块吧。嘿，那个时候还不到一万块，也是很难呢、欸。也是很累哦，这样子付啊。住了差不多十几年吧，然后他们一直这样子赚，又遇到那个不景气的时候啊。当初我们的房子就没有了，连我的老公也在搬过去。那个底下一毛钱不用花，大家都互相交流，互相交流。我今天出几工，你以后你的房子怎么样？哈，出几工？那都是什么样的人？都是自己的好朋友呢，还是邻居？也都是彝族部落的人。如果真的，我很怀念那以前的生活，附助那个生活，现在找不到了。没有，嘿，有时候我来干现在扮演的。我觉得我很喜欢过去的我们，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很单纯，然后呢又很快乐，很喜乐，大家都有那种互相合作的心理。好、哦，不会说你是你的事，我的是我的事，不会，大家都一起分工做，互相帮忙这样子。不要这个地方。好，大家就要一起合作来盖，一天就盖完喽、哦。刚好下个大雨。可是我们还是拼命的去盖，拼命的去盖那个房子，结果盖到最后盖好了，就员工圆满打卡。